Hello，猪脚饭。沙拉米饭。猪脚饭真的太好吃了，夏天离不开的黄桃罐头。四种口味的蛋糕卷，先吃这一个吧，这个应该是咸蛋黄的。很香，很香。
猪蹄的汤汁拌饭，就算没有猪蹄都可以光吃完。红豆，抹茶味很浓。有点微苦，但很顺滑。那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